沈天，我亲生母亲到底是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见到一个人，他是神木族的空禅，你认识吗？他什么都告诉我了。当年我是木南月的未婚妻，未来的族长夫人。这里真美。我曾那么爱他，但他却为了一个叫小蝶的女人而抛弃了我。离开我！我为了忘记这份痛苦，每天喝得跟烂泥一样，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。这个趁人之危的小人，我下毒报复了他。不要听那个毒妇胡说。他还跟我说，我身上的孢子病毒是你故意传染给我的。你为了引他出来，
居然这么对我。那个毒妇在哪？让他出来！要不是他对我下毒，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。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弄清楚他们在哪。报告厅长，没有找到局长。朱小山他们人呢？他们人都不见了。说不定他们已经跑了。这个逆子简直无法无天。报告厅长，武器运完了。太好了，带我去看看。是。要不要休息一会儿？不用，只要可以找到云儿，再辛苦也无所谓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组长，是否再考虑一下？决死之刑乃我族禁术，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启动。组长，那些外人卑鄙无耻，比武不守信用，如今又害死了我的女儿，我们不可以放过他们。我不能放过他们，放过他们。我身为神木族族长，有义务保护大家的安全。外面那些人贪图我们的圣果，对我们一再相逼，我就在这里使用决死之刑，给他们一些教训，希望他们能够因此远离这里，不要再打扰我们神木族的安宁。真都如此吗？